柯文哲的妈妈何瑞英昨天现身中选会，希望柯P可以先登记，再决定到底要不要选总统。而今天柯妈妈就解释说，她当天是去城隍连值了3次的圣杯，认为柯P参选会对台湾有帮助，才叫她的干女儿载她到中选会。而对此，王世坚就酸柯P说，政治不难，找回爸妈吧。车上阿公做给我指示，破了。三个心肺啦，他就是我足相信上岸工作的，伊都甲我答应。17号登记连署最后一天，连三个醒杯，让柯妈何瑞英当天急着催柯P 2020先登记再决定。唔知好啊，唔好，嘛无啥知，家己嘛无啥知啦。我想先叫伊登记，心肝内安尼想。可是我讲要先叫伊登记了，好多个人拿100万去呢，啊，我唔知去遐找伊。我叫阮这干女儿甲我载，叫阮这也未来吼，啊你咱先登记都不要紧，咱要算唔算？还是后面的事情啊。果然，所谓的国师团北上是柯妈一手指挥。要说知子莫若母妈，柯P最后却还是坚持不参选。昨天早上，妈妈就打电话给我，因为我发现我妈妈大概代表台湾啊，就知识分子的焦虑，就是说，我她说安尼存，安尼郭台铭不算，啊这样那随便啦，我啊。台湾没那么危险的、啊，比我排掉，比坚定了。我发现很鼓励我选的是我妈妈，奇怪。就怕儿子没了舞台，柯妈用心良苦。不过这件事看在王世坚眼里，只觉得柯P太过妈宝。什么国师团？柯文哲你别扯了吧，御饭团呢？国师团？柯文哲说政治不难，啊，找回良心不是啦，柯文哲政治不难，找回爸妈啦。不止柯妈跟所谓的国师团干着急，原本有意以民众党之名出征的立委参选人们，也对柯P不选感到焦虑。那无这母子吼，真正第一选举的时阵就歹拼，所以我是一直建议吼，咱市长一定爱都去选总统。周边的人比本人还要积极，无奈主将已经下了决定，2020鸣金收兵。东森新闻陈小组孙中荣、陈湘宇、张清俊在台北报道。